将相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百老汇富贵山庄，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来路不明，心口癫狂，无故改始军路。大陆，其实我现在面对一件极大的难事儿，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你跟你的朋友可以帮我了。有啥事你说，我们肯定帮你。是吧，燕姬？你说，你说。你是说郭大陆他为了你打了梁成大一拳？是好几拳，还有一脚给他干跑了，是吧，西西？哼，真英勇啊你！可是自从那天起，洪教坊就不得安宁了。梁成大的手下整天在洪教坊外面盘问客人，客人受到了惊吓，洪教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冷清了。再这么下去，就要入不敷出了。这事怪我了，是我太冲动，把那梁成他打了一顿，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傻瓜，那天要不是你，西西早已受辱，你又何错之有？我还以为是什么极大的难事呢，不就是洪教坊挣不到钱了吗？你去。怎么了？燕少侠说的没错，洪教坊赚不到钱对我来说就是极大的难事，因为对我而言，钱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啊，西西，这不像你啊。这也很正常嘛。西西自身的吃穿用度并不在意，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花的，而是为了众多在宋金边境因为战争而家破人亡的孤儿。两年前我曾经路过那儿，亲眼看到他们生活之悲惨，简直是毫无尊严可言。我于心不忍，于是每个月都寄钱过去救济他们。现在洪教坊收入减少，孤儿又人数众多，开销巨大，很快我就没有办法支持他们了。原来如此啊，西西姑娘真是伟大呀。西西姑娘何止伟大，她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继续救助他们？
其实只要再过两三个月，梁成大就巡查结束回京了，到时候红教坊的生意不就又好了吗？你不就又可以寄钱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了吗？你等得起孤儿们等得起吗？这两三个月怎么过呀？我去当面跟梁成大说，有什么事冲我来。他要是再敢为难你，再打他一顿。郭大陆，站住！马西，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多可怕。上次是他大意，这次如果你主动去挑战他，他一定会杀了你的。我不怕。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的武功，你难道没有看到所有人对他卑躬屈膝的样子吗？你难道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让你的所有朋友都陷入危险之中吗？你是在为我着想，我知道的。但是就像应少侠说的那样，我们只要忍过这两三个月，等梁成大走了，他带来的问题也就没有了。至于这两三个月如何筹到资金，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看各位少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了。帮肯定帮，他们都没意见。那个西西姑娘，怎么了？可能误会了。虽说我们三少侠的父亲们都比较有钱啊，但是啊，你还不了解情况呢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爹陆上龙王那是江湖第一大掌门。太平啊，说重点。啊，重点就是呢，他们为了要培养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真的一文钱都没给我们留下。我们这一路走来，别提多难了。我们开过武馆、报馆，我们最后都没开成，然后我们又想尽了办法。说重点。啊，我是想说呢，我们开这间侦探社，真的也就勉强糊口。是林少侠误会西西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我只是想要借用富贵山庄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算把咱们富贵山庄全部都租出去，那也值不了多少钱。一个房间，房间不是用来出租用的，是用来出周边产品。周边产品就是印一些我写的诗词集，然后拿到外省去卖啊。这卖得动吗？这卖得动。临安第一名园出的诗词集，多少人等着买呢？我也想买。有照片吗？我也想要。其实呢，我之前在临安卖过我的诗词集，而且一上市就一扫而空，所以啊，资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让梁成大知道了，他肯定会出来破坏，所以如果能够在富贵山庄进行这件事情，而各位少侠又愿意保持秘密的话，一定可以瞒天过海。你晃什么呢？把那布料给我收了。西西姑娘可否容我稍作考虑？毕竟此事若稍有差池，这百老汇就直接开对了黄长思，后患无穷。你还考虑什么呀？我不懂，你忘了吗？上次要不是西西姑娘相助，你的富贵山庄都是别人的了。还考虑呢？对，大陆说的对，是我太不痛快了。西西姑娘恕罪，这里空置的厢房随便选用。我替孤儿谢谢王少侠了。请起，请起。那天幸得西西姑娘救我于水火之中，出此一见来去匆匆，我都没来得及好好谢过你呢。哦，对了，不知道另外一位王少侠去哪儿了呀？那个王少侠出门远游了。为什么呢？无人知晓。大陆，还不快带着西西姑娘好好看看厢房，她想挑哪间就用哪间。好嘞，西西，跟我来。西西姑娘，我帮你介绍一下啊，后面三。玉龙来了啊，好嘞。我有一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哟，东哥，你白头发有多久呀？就剩这间屋没看，这屋之前是个库房，最近我们给它规制了一下，在这睡个午觉，下个棋，喝个茶啥的，你看看怎么样？
足够宽敞，又不挨着你们的房间，印刷起来的话呢，应该不会吵到你们。对，吵不到，还不容易被人窥探。就这儿吧。行。哦，明天开工的话可以吗？可以。好。哦，对了，明天来的那位老师傅还有他的几个小工有点特殊，所以可能需要麻烦你帮他们领一下路，之后我们的人走后门进出，可以吗？可以。怎么特殊啊？哦，他们是聋哑人。聋哑人？嗯。其实说起来还挺神奇的，我在平安镇附近找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会雕刻铜板的工匠，我急得六神无主。昨天刚好去市集散心，没想到刚好在一个小摊子那儿看到一个老人带着几个小工在帮客人雕刻铜镜，而且那个手法出神入化，我开心极了，我就赶紧写字给他，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做事，他立马就答应了。可能是我写字比较好看吧。不是，主要是你人比较好看。这样一来呢，我也不用担心他们在言谈中不小心泄露风声了。完美。大陆，我有点口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弄碗水啊？可以，马上来。燕少侠，燕少侠，我看见你啦，你快出来吧。你这里有一只蜗牛在爬呀，我看。燕少侠，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呀？没有啊。你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我是真的很诚心想要跟你成为好朋友的。大陆总是说起你，我对你一直都特别好奇，今天总算见到了，我才发现原来你长得这么好看，这一点大陆可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呢。他只看得出来你这种好看，看不出来我这种的。笑什么笑？别笑了。对对对，是这。哟，这么大箱子，慢点啊！哎，小心，别绊着啊！哎，啥的？有台阶啊，前面有台阶啊，小心啊，小心啊！好，挺有劲儿啊！哎，这屋啊！啊，你好。啊，这屋啊，这屋、啊。哎呀，东西不少。哎，你们这很辛苦啊，你们这个。西西是自己。哎，哟，谢谢啊。必须得我帮你。啊，爸，嗯，你忙你忙。谢谢啊。哎呀，西西是自己。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上花插满头，莫问
奴归处。太绝了，绝句啊！元清，啥意思？不懂就别装懂，瞧你这烧包的样子，还说是诗词集呢，诗词没两首，一半都是插图，这不骗钱吗？这不是？先看插图，再读诗词，别有一番意境。你不懂，人家太平就懂，是吧？太平，哎，晚上又听见女鬼了，不应该啊，燕姐，我睡觉时候戴口罩了。那是因为你梦话说的太大声，就算你戴了口罩，太平他还是听得见。所以今天晚上，郭大陆，你就睡这儿，打地铺。打地铺？嗯。绝不打地铺，万一着凉了，西西该心疼我了，该他睡不着觉了。我睡着他。学习学习，哎，这事真是太好了，好好学一学，这好事。去也冲出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无归处。现在好啊，这个。去也终是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无归处。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在世子家里，当以元好问为第一，我朝没人能比得过他。哎，那。知名词人秦少安如何呀？我可听人说了啊，他写的词都超过辛稼轩了。这话你也信？秦少安啊，他跟本朝比还算可以，比起元好问那是差远了。辛兆轩更是甩他几条街呀、啊。骂他的忠实粉丝也不少呀，因为他有钱啊。他常常施舍一些群众，吹捧他为词林领袖，民众只认钱，哪管他词写的怎么样啊。我跟你说，据说此人心胸极其狭隘，你要是得罪了他，他一定报复你。看上去像个风流才子，没想到如此不堪。来呀、啊，哎，拿下，别动，别动！哎哎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在下便是秦少安。那死胖子，你给我记住啊，我是著名词人秦少安。不是知名词人秦少安，啊，你是才说我啊花钱雇人吹捧自己啊，这就罢了，关键你说我写词不如辛稼轩，你太不顾及事实了吧也啊，你这实在是让我真是会变得心胸狭窄，你知道吗？来，张嘴。不要！不是他，他不要啊！他不要！继续。你说我写词不如辛稼轩，还则罢了。关键你说我写词不如元好问。哎呀，你力捧一金人，你是何居心呢、啊、你啊，继续。哎，老师不要。哎呀，真是不愿耽误了喝茶呀。这算你走运。走，红教坊。
年轻时就是有名的美人呐、啊，不爱朱颜之道。原来是先生来了。哎呀，西西姑娘啊，你每每说到这里过于冷清，所以我今日特意多带个人来。哦，这是我入室弟子唐宁。拜见唐公子。西西姑娘真是太美了。啊，您过奖了，二位请坐。请啊，这个黄承嗣简直是无法无天。不要紧，我与当今史丞相颇有私交，明日我即修书一封，让他把这些混账全都革职查办。先生，千万不要因为小女子而惊动史丞相。黄承嗣来此办案，盘问路人也是应该的。要不？我们聊点有趣的事情吧。啊，好好，那我就继续来猜西西姑娘的谜语。好。啊，如果真地基变成了假地基，房子将会怎样？啊，那便是空中楼阁。不对。哎呀，你看，西西姑娘真是当世的才女呀、啊！我是费尽心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先生面前妄称才女，那才是班门弄斧呢。话说，读到先生近期词作，真是空灵奇幻，不仅有往年作品的华丽，更是多出了一股超逸之气，竟然又上了一层境界，真是恭喜先生啦！西西姑娘过谦了，哎呀，这真是说来惭愧的很。哎，我每每觉得最近是文思枯竭，所作之词啊，内容越发平庸，文字是佶屈聱牙。哎，实在不如往昔之作呀。先生真是太谦虚了。华堂着案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如此佳句，西西已经琢磨好多天了，正想跟先生请教，这华堂竹案送客，所用何典又有何深意呢？没什么深意，就是我当时觉得就这么顺手就写了吧。不，先生这一句话一定有什么奥妙，可否指点一下西西呢？行。我跟你说，词典化字，《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所说的“堂上竹篾，主人留髡而送客”，暗指美丽的女主人留下词人与其独处，才会有“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啊，用典如此巧妙，意境又这么浪漫。幸有唐公子妙解，否则西西就领略不到先生的高处了。多谢西西姑娘。先生，请喝茶。好好好，多谢多谢。
去哪儿？我去找王道长。王道长不在，我刚刚碰见他了。那我去找朱道长。方圆几百里的道士一个都没空，全部出任务了。啊？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平安镇发生灵异事件，一夜之间好几户人家的坟墓裂开大洞，先人的棺材都跑地面上来了。那几户人家害怕至极，认为是触犯了恶鬼，就赶紧请道士去做法。可是你说那道士真的能镇住如此强大的恶鬼吗？太平啊，太平你别害怕啊。啊，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是属于我的。谢谢你，我还有事儿。咱们要不要也请个道士来家里？不行，那些道士全都去对付那只破坏墓地的恶鬼了，请道士回来再把那恶鬼请回来怎么办啊？衙门调查灵异事件有结论了吗？有，结论就是真的是灵异事件。难不成这世上真有鬼？有啊，山庄里就有一只啊。我也觉得有。要真是鬼神之事，那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我不同意，这虽然不是什么常规的案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理一下，比如说推理一下这鬼是谁，他想要什么，对吧？屋里有人吗？请进。你好，在下秦少安，有急事相求啊。哦，来来来，不倒入倒水。没空，忙。您先请坐。不瞒侦探社的诸位少侠呀，近来我是连逢大难，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前几日竟有恶鬼作祟啊，使我父的棺椁暴于荒野之中，是我找来道士做法之后才让先父能够入土为安。在这后来，秦先生，灵异事件非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帮不了您。我来找你们不是为了灵异之事。那是。就在昨晚，妹子与我那入室弟子唐宁一起失踪了。是真的失踪了？还是说只是出了趟门没回来呀？啊，绝对不会，在下是有家规的，他们平时就是出趟门也要向我禀告，这种不告而别的事绝对不会发生。记下了。我与内子相处30年了，恩爱如初。我那入室弟子就如同我的亲生孩子一样，你说他们就这样忽然不见了，万一遭遇什么不测，我也没法活下去。秦先生，您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把令夫人和弟子帮您找回来的，让你们团聚。啊，真的。秦某，秦某谢过诸位。秦先生，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如实的回答我。啊，自然自然。令夫人和唐宁平日里关系如何？他们就是普通的师母与弟子的关系吗？还有呢？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嫌疑？这不好说。
是不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有一次啊，我撞见唐宁正在屋内为内子捏背按摩，而当时内子只是身穿一件贴身的内衣，那画面非常的引人遐思。哎呀，我当时就暴怒了，我就质问唐宁这是如何一回事。他立刻给我跪下，连声哀求，说他完全出于一派孝心，叫我千万不要多想。当时内子也是骂我，为何如此下犯疑心，怎会生出这种龌龊的想法。我当时看他们呀，那样子都不太像是装的，所以就觉得是我自己想多了吧。令夫人和您年纪相仿，她保养得如何？内子年轻的时候就是出名的美人呢，非常注重驻颜之道的。时至今日，不但姿色未减，这风韵倒是更胜从前了。那唐宁是个美男子吗？唐宁啊，我那入室弟子，和年轻时的我长相极为相似，自然是个美男子。我知道真相了。根据我的推断，令夫人和唐宁不是失踪了，而是私奔了。民反胡言！内子爱我至深，弟子敬我如父，他们怎会做出如此事情？好啊！我诚心诚意来找到你们帮忙，不但不帮，还要如此诅咒于我。秦先生，我们侦探社可以给你的就只有真相。你要是想让我们陪你自欺欺人，另请高明，请出门。秦先生，你这是。既如此，我就求求诸位，帮帮秦某人吧。你们不知道啊，唐宁那小贼风流成性，而且挥金如土，他身上所带银钱肯定片刻就花光，到那时内子怎么办？他已经安逸惯了养尊处优、受不得没钱的穷日子，而且那小贼也会再抛弃他，另觅新欢，到时他又将如何呀？我求求诸位，只要能帮我找回内子啊，只要能让内子再回到我的身边，只有我才能给他幸福啊！我求求诸位了，我求求诸位了。东哥，郭大陆和燕七今天晚上是不是都不回来了？他们得去外地找人，估计得明儿早才能回来了。都怪燕七，管什么人家家庭纠纷啊，这不费力不讨好吗？嗨，借都借了就做呗，就当赚点生活费。东哥，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和你一起睡啊？和我一起睡？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俩睡一屋，我睡床，你睡榻。什么？哦，我睡榻，你睡床。你也知道我最近有点失眠，你看我这黑眼圈重的。哎，和我说什么劲呢？
苏哥，你听听，是不是有女鬼叫？哪有女鬼叫？你神经病！睡觉。哎，不是，你别睡，你再听听啊。雪，老天爷，你干嘛这么对我呀？这大半夜的，我这高铁我没法待了。天亮亮，地亮亮，可真是下跪下流，死我了！这大晚上的，非得这么吓我。那你来找我啊？不是，你不是和那个唐宁私奔了吗？什么私奔？你嘴巴里放干净点。是唐宁那个恶徒迷恋于我，几次求爱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因为痛惜他的才华才没跟我相公说。没想到那天他竟然趁四下无人用刀胁迫我跟他一起走，我是为了保命才假装顺从的。这都走了一天多的路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个空隙逃了回来。哦，哎，那你怎么不回家呀？我不敢回家呀，我怕他万一追过来，藏在我家附近等着抓我怎么办？我就想着先在街上暂别一晚，等天亮了再去报官。哦，原来是这样啊。啊，没事，你没什么可怕的了，我现在就护送你回家。啊，哦，那就有劳少侠了。哎，这边请。哎呦，你说我这歪打正着的人，
请。好，莫哭了啊，娘子，莫哭了。哎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哭花了妆容就不好看了啊。哎呀，多亏了林少侠呀，让我们夫妻团聚，这真是再造之恩呐。您真的太客气了，举手之劳。来，啊，今晚我就在此处守候，以防唐宁对二位有所不利。嗯。